ไว้วันนี้我已经毕业四个月了，应该是吧？对，三个多月。然后我的朋友啊，就蛮多人就是已经都找到工作了，然后有进银行业的，因为银行业薪水比较高，还有人是进贸易公司，可是都是从业务助理做，就很辛苦很辛苦。男生就是当兵嘛，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考研究所。其实我觉得我比较适合从事服务的工作，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在就是空姐可以考上。现在我只想把就是让自己不要那么闲，因为每天那么闲会觉得自己变笨了，所以就是找就是打工，然后可能会跟朋友约出去看书，然后看一些英文，还有看寿险证照，因为我觉得这是如果以后进银行也是需要，蛮需要的。我希望以后可以，当然就是不要被钱给抓着，然后我也其实也不会想要买房子或什么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其实就是会被东西给抓住，就很不自由，想做什么事都会有担心，就所以我就希望我可以就是很安稳的过日子，然后就是每个月薪水存一些留下来养老这样，然后还要存钱环游世界。就除了电话之外，我还会跟朋友就是用 Facebook， 像大学同学跟高中同学，还有国中国小那些，就是分别都有创一个社团，只要在那个社团里面留言，就是社团里面每个人都看得到，可能要约吃饭用那个比较方便，因为电话你可能会接不到，可是网络现在基本上每个人一回家可能就是开电脑，一开电脑就会看到那这礼拜几什么要吃饭啊，所以就是比较常就是电话跟 Facebook 这样。我的包包里面这个笔记本，我的行事历，因为我比较健忘一点，所以就是要记一下，然后可能跟朋友有约会怕会忘记，然后还有雨伞，防晒又防雨，还有护唇膏，这个的话是耳机，卫生棉，因为我下个礼拜月经就要来了，然后止痛药，因为有时候来肚子会痛，而且尤其都是第一天会痛到站不起。女生一辈子都要减肥，然后月经来的话，你可以吃一些你平常不敢吃的东西，而且可能嘴馋会多吃一两个，应该就觉得没关系。然后，而且月经走的时候又可以减肥。通常都只会痛第一天啊，第一天痛起来就是会整个冒冷汗，站不起来，快死掉那样。可是吃药之后就会活起来。是用像第一天刚来的量还没有还没那么多的时候，就会先用个23公分的。然后之前是用这个粉红色，可是它我用完了，然后我在卖场看到这个，它写极净干爽，我想过来试试看，然后用完我也觉得不错，真的还蛮干爽，很舒服。然后这个的话也是，它也是23公分的，然后是我在卖场看到，然后它是写超薄，像我之前用其他牌的超薄，就是用一用就变形，而且还会外露，我觉得很危险，可是这次买除非就觉得都不用担心这样。然后另外就是像我前面几天量会很多，然后我就会用这个28公分的，这样我也不用担心侧漏或后漏，然后而且它是细致棉柔的，用起来也很舒服，然后也不会闷热。然后在晚上的时候我就是用苏菲42公分，就是最近林依晨代言的，然后可是上一次用完了，最近可能要再去补货上。42公分，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舒服，就像小婴儿包尿布那样，我可以在床上翻来翻去的，因为睡相不太好，然后也不用担心就是流出来，可以一觉到天亮，很舒服。这样，这边是屈臣氏，我平常都在那边买，因为他买卫生棉的话，他直接帮你装纸袋也比较方便。然后平常的话就是用这个23，然后还有苏菲塔丽贴身的28公分。然后半夜用的话，比较常用42或40，就这两种。其实差一公分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差，只是就随机，像看要买哪一种就买哪一种。
然后像是这个啊，看起来很温暖的感觉，就是很可爱，就是想说来试试看。嗯，然后我有用过这个，可是就是效果不太好。这个好自在，而且瞬间干爽，就会第一眼看到就想说，嗯，可以来试试看。然后它是真的还蛮干爽，只是它是网状的，所以用起来你会感觉没有像棉那么舒服，而且它又像红色的蜂窝，看起来会不太舒服。我觉得卫生棉在颜色部分，像这种蓝色看起来很可爱的感觉，我就会想要买看。然后像粉色、粉绿色这样子，就看起来很清新的样子，就会让人家想要买看。我买的时候，我在试用的时候，如果它有试用包，我会先用试用包。然后如果它只有这种那么大包的话，我一定还会再搭配我原本的使用的，因为免得它不好用，我就完蛋了。所以我一定要再买一个原本自己会用的，免得它不好。来，我会先看苏菲的，然后看一下它最近有没有做特惠，然后像你看这个就买一送一，基本上我就会把它买回家了，然后我就懒得再去看别的。然后可是如果它就是今天没有特价的话，我会想说，哎，看一下最近广告啊，像之前比较新的就是预售棉，就是这个，我就想说看一下广告的。然后可能它孙芸芸代言，就是价钱还蛮高的。然后之前妈妈有买回家用过，就是其实用起来，就是我觉得还是用原本就好，因为用起来感觉是差不多，只是它价钱比较贵。如果今天现场只剩苏菲跟，就是我之前用过，我觉得不喜欢卫生棉，就算苏菲没有在折扣或者是涨价什么，我还是会买原本的，因为好用还是比较重要。哎呀，这个可能是新包装吧，之前就比较没注意，而且像白色，它就是在最下面，在下面比较不让人家注意到，所以它的包装也是就是很可爱，可是因为在下层比较不让人家发现，所以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发现它这样。小包装的试用包，像这种我就会比较愿意买来试试看。还有像雷尼亚，它也是综合两种，然后一个就是长度不同，然后让你们体验看看。像这种我就会意愿比较高，就先买来试试看。如果好用的话，当然也会是配合着我原本的，然后一起使用这样。今天在这的地方是美丽华，那我们对这边还蛮熟悉的，因为我们是实践大学毕业的，学校就在附近，所以就平常下课无聊就来这边看电影、吃东西，或者是可能会看一下保养品之类，帮朋友买礼物。瘦了，都要变瘦啊？还好吧，差超多的，太虚伪了吧你？哪有？下班了，哎，刚刚谁带你来？同事啊，不然呢？我是怕来不及赶上你的时间，我就想说，哎，那我坐计程车好了，结果还来不到计程车，然后最后我还是搭公车了。哦，哎，我们电影家坐很后面的，因为我们用抽的，用抽的。对啊，总共只有400个、哦，而且不是，对，总共有400个位置，所以有200号。可是我听人家说很难看，都是打打叉叉的。我不知道，男生都说好看。我还是睡着算了，不用钱。可是听说那个这个打打叉也很吵，很睡。没关系啊，以你的个性应该睡得着。哪有？不错。